大家好，这次来带大家看老板新进的日本制二手钢琴。先把钢琴运去仓库。小飞禽来喽，钢琴太多了，楼下仓库放不完，先运去二楼。我们还有复兴二手钢琴的工厂哦，来看看我们是怎么检修钢琴的吧。首先要清理琴弦，然后清理琴键，调整零件，需要换掉旧的琴锤配件和绒布。修正 accent， 经过检修后可以减少钢琴的杂音。最后一步就是打磨钢琴，这些就是打磨和检修后的二手钢琴啦，是不是看起来和新的一样呢？我们有超过500台二手琴任你选择，此外我们还提供租琴服务，最低从99马币一个月起。新货又到啦，这次是新的钢琴哦，老样子全部运去仓库。仓库又爆棚啦，我们不只有卖二手琴，还有卖新琴哦，三角钢琴和立式钢琴都有，不怕你选不到，只怕你不要。想买钢琴记得来 music。